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此尊无少物，单有假名字，要既有我人，则为入显道。入取着凡夫，既身为实有，如来非所取，始终不得见。此人无慧眼，不能得见佛，无量劫中流转生死苦。有证说生死，无证即涅槃。生死即涅槃二句不可得，要诸假名字取诸此二法，此人不入时不知圣妙道。智慧菩萨所说的偈颂，此尊无少物，希望一些大众要认识，认识什么呢？理实法界什么都没有，理实法界就是那个智慧的本体，离了生死，离了涅槃，都是些个假名字，没有实体。在这假地当中里头，是做什么人我呀？如果执着有人我之见，入显道，入显道呢，生死道。在我们自性的离体，离实，离实。理实无人我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些假名字。如果假使你去执着嫉妒，那就成了危险的道路。反正有取有舍的，取着的都是凡夫，寄身为实有，把这个身体呀、看成是实有的，对身体上起耐惑，在六道轮回的凡夫，他是既身为实有的，为这个身体造了很多的业，对，这我们自己都能体会到。因为在上取着，有取着，取着什么呢？世间法，乃至于出世间法。这个在十住品里，大多数执着法，要去消的法执。乃至于如来，如来非所取，此彼终不得见。乃至我们取佛像，取佛所说的一些法，取佛所说的一些事物，佛教导我们的，这都叫执着，不能见佛。此人无慧眼，不能得见佛。那就是因为这样取着的关系，就流转生死。这个取着呀，不是人身的身见啊，说一切的法，一个我执着世间法，一个执着出世间法，甚至世间法出世间法统统起执着，这些执着呢，就乖了咱们所说的离体。
立体是什么呢？无住。这本来是十住菩萨外，十住讲的是无住。那么这个十住法门所做的，都是让你无住，不要起执着，不要把五蕴的肉体当成实有的。那什么是实有的呢？关于五蕴法的实相，这个实相是不可执着的，实相者无相。如果执着是法身，执着实相里的，那你就执着就乖了理了，不能见法身，也不能见佛。无慧没有智慧的是见不到佛的，有了智慧的呢，是一切无着。有争说生死，无争即涅槃，生死即涅槃二句不可得。要诸假名字取着此二法，此人不入时不知圣妙道。这叫知法知佛，执着佛所修一切法，乃至执着佛起佛见起法见，这叫起执着。前的是讲流转生死而立涅槃之道，有争说生死，那争是什么意思呢？争就是烦恼。烦恼，咱们经常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二句不可得。生死呢是凡夫，涅槃呢是圣人，要执着凡夫，执着圣人，这也算是执着，也就是执着。涅槃是不生死不变异，是对着生死来说的，如果生死没有了，涅槃也不立了。执着生死，执着涅槃都不可以，这全是假名字。要是执着的话，追逐之假名字，取着一二法，此人不入时不知圣妙道。就是这个人呐，要是有这执着的，这个执着者说，他不能证圣道的，不能得成就的。有真过，有生死，有烦恼；不真过，以无漏为体，没有烦恼了。涅槃是对着生死说的，没有烦恼了，涅槃也不立了。要生入四相，死佛此最上。颠倒非是意，不能见正觉。这次就是佛跟佛平等平等，没有高下的。佛说个阿弥陀佛，取他的法门殊胜的意思，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佛佛道同。对，说这个佛最殊胜了，那别的佛就不殊胜了，此佛此最胜，这是颠倒的，这不是真实意。这样子你见不到正觉，就见不到佛。哪一个佛的功德大，哪一个佛的功德小，这是在佛上评论高低，评佛的评论高低。我说阿弥陀佛四十大八愿，能说能摄受众生，
其他的世界佛不能摄受众生。说离这个佛灭最多，离那个佛灭最小，那千佛万佛都是一个佛。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，佛佛平等，他们的行愿，他们的功德，都是平等平等的。但是随众生的根基，随众生的缘，不是在佛方面说的，在众生方面说的。对，那你缘殊胜了要得度，此佛跟你有缘，殊胜了在此佛你能得度。这个含义啊，总而言之是这说修行你自己的心呐、修行的心呐、说心即是佛，心佛相望的，佛事已成大了，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么我们的自己呢，自己的心妄想迷惑，这说明有理。但是众生的实体与诸佛的实体，众生心与佛的心，一个是已成道的，一个是在迷，是没成道的，平等平等。佛跟众生说有圣理，乃至菩萨一位一位的说有殊胜的，有理的，是照什么呢？照他的妄心，照他的惑眼，接着照他的烦恼而说他理呀。其实是佛跟众生平等平等的，是要心佛众生。咱们经常说，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三无差别。如果你要是有差别，颠倒。但是理上无差别，事上不同的呀。佛所说的法呀，都是圆融无奈的。如果你从中一起执着，就变了有奈的了，有奈的就是障的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能知道佛的真如相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如相。你先从能知道这个实体，能得知悟得这个寂灭真如相，这才能见着佛。这个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，是超出言语之道。言语说入法不能显思相，平等乃借鉴入法佛语言。而是顺着真理，咱说真理就一真法界啊，华严经言语法界，也是顺受你那个真心悟，是启发你悟，启发你悟，让你跟佛平等平等，能够显你自己的实相。那不假言语，不假说诸法，实相又怎能显呢？那么众生又怎能入呢？但是用言语说诸法，你不要在言语跟诸法上起执着。如果你在言语上、在诸法上起执着，实相就显不出来了，这个含义。佛与众生是平等的，法与佛也是平等的，法是佛说的，而且是佛佛平等。这种道理啊，禅宗讲的最多。他求寂，求寂，要能以知之寂，知道，对，知寂。但是中间要加个缘，要没有缘呢，你不能知。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诸法，
主子上他加一个比喻，如你手里头拿着个如意，这手不是如意，如意也不是手，你这样去织，这样织，但是手里确实拿着个如意，手里拿如意，如意不是手，手也不是如意，这样知道什么呢？要知道定跟坏，这两者是一个，是一个，佛和众生是一个，让你呀知道寂，也能知道如，即不执着我们的心，也不去执着佛。换句话说，不执着你的手，也不执着如意，手里确实拿着个如意，如意不是手，手也不是如意，只是用这个方式来显示，显示，禅宗它直指悟心，这是悟心啊。要那十住菩萨味道，禅宗开了悟没入，没证得十住，只是心里明了了，证得了，妙用没有，这只是悟体。证得体的呢，它能显出来相，能示现它的妙用。悟得了，知道了，明白了，没有妙用。只要不能迷惑了，渐渐还得修。说言语所说一的法，不能证得实相的，必须你修达到平等了才能证得。平等乃能见，见法，见佛的法身，乃是见佛的化身，都入世。正觉过去是，未来即现在，是三世一切佛。这句话就是两句话。说正觉的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，三世一切诸佛。都是不分别得到的，熔断分别根，是故说明佛。容易坏，不要言传。易坏没有分别之见，这叫顿超直入，顿超直入。这过去的佛，现在的佛，未来的佛，说三世诸佛，他们都没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所以才说明为佛。尔时，真实慧菩萨成佛为例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宁受地狱苦，得闻诸佛名；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。所以于往昔无数劫受苦，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。实慧菩萨，真实慧菩萨，他成佛的威神力加德力，他观察十方，他说宁愿去受地狱苦，在地狱受苦，得闻佛名字。那么不愿意是去受无量乐，而不得闻佛名。这句的意思啊，说在地狱苦闻了佛名就能断地狱苦，宁受地狱苦，得闻佛名字，得闻了佛名字了，不受地狱苦，就断了，断地狱苦了。
不受无量乐，地狱苦跟无量乐两相比起来是不同的了。但是啊，受无量乐闻不到佛名，所以他宁愿受地狱苦闻佛名，不愿去受无量乐不闻佛名。不闻佛名，乐受完了还要受苦，就是不能出离。虽然受了地狱苦了，得了闻了佛的名字了，完了能够成道，断彼断了一切苦，断了地狱苦。受乐观想乐了，闻不到佛名字，闻不到佛名字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一个戒，所以欲望心无量劫受苦，流转生死中不闻佛名故啊。真实慧他心不颠倒。什么叫真实慧？心不颠倒。这个计算我让你增进去求一切法的法性，要能善巧的于法上不起颠倒见，能够称理的入实的绝了。这就叫真实坏。智者菩萨所教授我们的就是说要能够入实的绝了。如果绝了呢，就假如来的教导以法，闻到佛名字，闻到佛名字就是佛教授。不闻佛名字就接受不到佛的佛法，不能得佛的教授。所以想离苦得乐呀是办不到的。说在生死流转当中，又流转越深，业障越重。闻到很多的佛名，把它入实的，一即是多，一佛即是无量诸佛，无量诸佛即是一佛，不要起分别心。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功德大，能得摄受我，释迦牟尼佛故不能摄受我。有人这样说了，信佛者说阿弥陀佛功德大，四十八愿说不思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四十八愿，功德不大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没有释迦牟尼佛你怎么听到的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还是佛跟你说的吗？释迦牟尼佛跟你说的吗？为什么我们求法做什么佛事先要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？意思就是说，没有闻到释迦牟尼佛跟你说法，你又怎么知道一切法？怎么知道阿弥陀佛？又怎么知道药师如来？这都是佛说的，这千佛万佛不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吗？佛佛平等，这叫与法不颠倒。能够入这实理，实理呢就是理的心，就是实理入实，一切法不离于你的心，这叫入实。咱们讲大乘起信论，讲华严开始的时候，现在已经快一年了，入实的相信你自己的心，四心作佛，这个心呢，就是你能够成佛，它本来也就是佛。心佛与众生，四三无差别。这个问题呀，
咱们一定要深信不疑，以后你学一切法都是以这个基础。离开一切名言，离开一切住相，那才叫无上的觉。不要把世间相，不要把五蕴身当成实体，不是的，这只是一个合合相。要离开合合相，才免无上觉。这肉体是个合合相，整个的世间都是合合相。随便你看哪一个问题，都是合合相。合合相是不可说的了，对，合合相不是永久的了，幻化的，有名无实的。现在我们看的是个合合相，合合相即非合合。现在我们这个肉体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五蕴法，每一蕴包含着无量法，就说是众法所合成的。他这个相都是假相，假名，不是真实的。真实是什么相呢？凡所有相，俱是虚妄。要见住相非相，再见如来。颠倒，一切法无相，无相的法才是佛的真体。离开一切合合的相，这就是佛。现在所有的一相非合合，过去的事，未来的事，都是这样子。因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一切法无相，这才是佛的真体。要能入寺观，诸法甚深意呀，就让你入世来观察一些诸法的甚深的含义。再见一切佛法身真实相，这个才能见到佛的法身。顶好见你自身的真实相，自心的真实相，就是诸佛的法身真实相。心佛三无差别，是说你自身的真实相。觉到你自己的身心这些个是妄，觉妄正真。觉是觉察的意思，觉察你现在这个身，什么男相、老相、少相、小相，凡是一切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样真实的。要见住相非相，再见如来。凡是说觉，一个是觉察，二是觉悟真理。熟替真替，熟也是替，真也是替，替子一个。觉就是替观察，替观察就是觉悟，观察一些诸法。关于诸法没有实的，没有实的就觉悟了一切妄，就证得实的。这是觉，是观察的，观照的，觉察的意思。那就双照二替，熟替真替，只是一个替。这个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妙觉意。觉即非觉，这个觉悟达到的真实了，
就是妙诀。那么大家睡觉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睡觉是做梦啊，做梦。睡觉所一见紧的相都是做梦。等你睡觉睡得很惊醒，有人来偷你东西来了，你马上就警觉了，那贼就吓跑了。拿这个来做比喻，等你一觉悟失望了，觉悟失望就正真了，妄灭真显，这是觉察，非常惊醒的觉察。觉照呢，对，是觉悟照妄非真，一切事都不是真的，都是妄的。照黎明真，照你那个心，观察心。常时有一念觉照的心，能够使你这个心呢，湛然常寂照，而不失察，觉察不失。咱说一念心就是佛，是你那个心，你觉照他这一念，殊胜意。觉照什么呢？觉照一些诸法，一些诸相，全是希望的，全是假的，乃至于把这个觉，把这个觉离开了，觉无所觉，无觉而能觉，这叫妙觉。妙觉呢，就是佛了。离觉所觉，觉无能所，所以就叫妙了。不是另外还有个觉，觉也没有的。楞伽经上说，一切无涅槃，无有涅槃佛。就是怕你执着法了。远离觉所觉，能觉这个觉离开了，远离觉所觉，能觉必有个所觉，觉什么呢？觉到所觉一些事物，是有啊，是无啊，就是觉，叫觉，所以叫妙觉。咱们讲大乘起信论，对这个我得讲的很多，不知道大家忘没忘。又者你的大乘起信论说，你心一起念起处，没有出现可知。什么是觉悟的出现啊？要能达到觉悟的出现无相，也就无念了。那这觉呢，觉无所觉，觉也没个出相可得，就是正实而立明。这就是再见一些诸佛法身真实相。这个应该说没有语言，不加语言这个法又显不出来，一有语言了，语言就是虚妄的。这虚妄的语言怎么能显真实呢？让你以心明心，以心会心，等你的心与佛心相契合了，那就是真觉，真觉无觉。真觉是对着妄觉说的，妄觉没有了，真觉也不立了。
所以我们经常说注意你的念头，能够把你念头把它降服住，把它消灭掉。那么现在都有念，以无念之之有念，这样呢才能够契合与佛。这是决意，决意，真正决了了，念无念相，无念而念，念即无念。这些话不是在这个句子上说呀，叫你去想啊，这就观。与时见时，见真实，非时见不实。如是究竟解，是故名为佛。与时见真实，非时见不实。如是究竟解，是故名为佛。觉照真谛叫做实，真谛没有合合相，这个实啊，与实见真实啊，没有合合相，真谛是明实的，觉照了，觉照真实了，没有合合相。熟谛非实，熟谛就是四见相，一切诸法之相，假和合，假和合，印得了假和合了，没有杂乱相，没有杂乱相，印得他了，没有杂乱相，觉悟的五蕴色法，觉悟了，觉悟了，没有杂乱相。就是五蕴非实，没有，这叫真实的见。在见上说也没有个实，也没个不实啊。什么叫实啊？什么叫非实啊？你这个能见的见不是实啊。把这个能见的见说能照这个照，说它是实啊，说它是非实啊，都不可以啊。如果能这样领悟了，这样关照了，这才叫诸佛所说的法，是名诸佛法。在文末记经上说，入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，怎么样入不二法门？各个大菩萨都说了入不二法门。乐时菩萨说：“实不实为二啊，实和不实不是两个吗？”说实见，实见是无见呢。实见尚不见实，实尚不见，何况非实，更不见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是右眼所见呢？右眼所见的不是实啊，非实啊，慧眼所见的，慧眼所见的是无见无不见，见是一，不见是两个，若不见非见，无见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见不是无见，这样才说入不二法门，这显什么呢？明实者，什么叫明实？注经的含义都入实，凡是见非实的，
不是实的，即是真，这就见非实，见非实，这个道理咱们前头光明绝品还记得吗？回一下，这与实见真实，非实见不实，入世究竟解，是故名为佛。以实中见真实，非实见不实，对，这样才叫究竟解了，这样才叫佛。怎么解释呢？四相，世间所有的法叫熟体，叫熟体，四相的都非真实。如果见诸相无相，咱明见实相，这个实相叫一相。一相什么相呢？一相者无相。熟体说的一切法都是熟，都是世间相。佛也随熟，立的熟体。佛随熟而不入熟，所以叫熟体。体是理，理不熟故，理不是熟。真在一切真，什么都是真的。妄想本来就是真，妄本是真，没有真哪有妄呢？没有妄也不能显真，这就是双照，一照实也照虚，双照。双照一些诸法都存在，世间相都存在啊，是照它的理呀、啊，照它理、啊，这叫熟体。理多于四，四不在了；四多于理，理不在了。理四双亡，这叫互夺双济。互夺双济，你多于我，我多于你，你也没有了，我也没有了。自他双亡，这种道理啊，不是一年功夫、两年功夫啊，你经常的关照思维。不是正德，你能把他说的圆融了，心里入世的理解，神是真，神是假，不要把假当真，真就隐没了，你见不到真。咱们所有的入佛门的道友看着佛像怎么样认识的呀？看着法，学习法，乃至你受个三皈，一体三宝，名字三宝，你看都是假象三宝，你就是假的，假的看什么都是假的，真的他见相也是真的，大家往真的上会。不要以假为真啊！对，对，是吧？要么经常的关照你这个心念，关照心念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。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。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。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
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庆祝佛诞节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送浴佛功德经、佛遗教三经及佛前大供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5月6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浴佛功德经，下午1点半佛遗教三经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0398986866，039898686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疫情期间参与法会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，联络电话0627166616。或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。上堂课当中我们讨论了第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暇满。然而就算了解了暇满，知道了我们具备了条件和所在的处境，可是不知道它的利用价值，也没有太大意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暇满人生的作用和优势是什么。按照佛经里面的说法，并不是每一种生命形式都适合修行。比如在佛教宇宙观当中，四大部洲里面只有东南西三个部洲的人有能力修持佛法，而在天人当中呢，只有那些曾经在过去世精进修行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佛法熏陶的玉田，才有可能去修行。除此之外，所有其他色天、无色天等各类众生，以现有的身心和状态，是无法升起道心的。古印度月观论师所写的弟子书中说，如来道所依，能引导众生，是有人身德，心力广大故，道非天非龙，亦非飞天德，
非金翅驰名，非复行思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人心力量巨大，所以我们人类的身体对于那些行持如来道，以六波罗蜜引导众生的菩萨们来说，是最好的选择，而既不是天人，也不是龙族，不是阿修罗，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众生。这些说法可能从道理上啊，大家都能理解，但是呢，一旦放在现实生活中，无论是四大部洲还是非人天人，感觉上都有点遥远，很难立刻产生共鸣。所以我们就试着站在现代社会的角度想一想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，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利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自己的处境。可能很多人对身边的环境已经都太熟悉，甚至感到麻木了，所以要换个角度，从一种更大的视野来看看，我们到底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下呢？从我们所处的社会角度来讲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和平年代，既没有战争、饥荒，也没有天灾人祸，没有极度的痛苦和煎熬，算是过得安稳舒适。那么再从温饱的角度来讲，可以说是不愁吃穿。纵然日常生活中呢，也会有很多压力、责任或者身不由己，虽然快乐的时光不少，但也谈不上啊事事顺心，所以总的来说算是喜乐参半。然而就是这种时而痛苦时而快乐的人生，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优势。什么优势呢？它能我们有时间又有动力去思考，然后去反问自己，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。实际上这就是佛法修行的动力和源泉。所以说，假如每天的生活都是痛不欲生的话，是不可能有任何精力和机遇去思维观察的。反过来也是如此，如果每天的生活太舒适、安逸，像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，那也不会产生想要从中抽离出来的念头。谁想从美梦中惊醒呢？所以呢，从六道的角度来说，投生在三恶道或者天界都是不可能去好好修行的。正是这种苦乐参半的人生，才是学习佛法最好的沃土。有苦有乐，有忙有闲，有思考的能力，也有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机会，刚刚好适合休息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生而为人是六道之中最好的修行状态。不仅人生的状态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去修行，而且我们的致富人生也是最好的工具和载体。比如说，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体，就可以去布施、顶礼、帮助其他众生。
而我们的语言能力让我们可以去持咒念经广传佛法等等，所有这一切善业都是要我们身体力行才能去积累和完成的。而相比之下呢，这些无形的众生们就很难做到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的感官功能让我们可以去聆听法教，或是去实践一些禅修的方法。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我们能够去进行各种观想和观修，而大脑的思维模式和记忆力让我们可以去思辨参悟佛法的内容，让我们不仅可以充分理解，而且能将真意融入自心。所以呢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，都不难发现人身的能力和作用是很多其他众生都完全不具备的，所以说是望尘莫及的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